只熊猫，干你老鸡掰，干你啊，下去还喷我哎，别的不赢啦，回你的干你娘嘞，刚从你妈阴道爬出来，你就玩阿里哟，操鸡掰，干你啊嘞，连你妈也是臭了，到底有没有考驾照啊？公务员这样考的吗？干你还没驾照还可以开垃圾车哎，你们开那么慢，下去等多久还不来？干你娘了，我的喵啥小啦？以后他妈不如就放那边，他妈叫自己倒。鸡的干你老鸡掰啊！操鸡掰，你们等那么久，你干你娘！我去洗澡啦！别吵，烦你！洗澡喽！哎，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吵呢！干来鸡掰！你们这些女人怎么鸡掰啊？整天一直吵，一直吵是怎样啦？在打神啊！真的很烦呢！干娘一个接一个哎！你这女人怎么啰嗦啊？杜兰呢？叫又怎样？叫又怎样？干娘，你们一个一个来，我就不用叫是不是？一个一个来，在吵什么吵啦？一下子打电话在那边靠背，每个人排房间靠背怎样啦？啰嗦呢，你们！你在那边大声什么啦？我怎么知道你们在大声什么？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谁大声？你们最大声啦！你们最吵啦！整天一直跑我房间烦。都是你在大声，人家在这跟你讲话而已，你就在那边大声叫什么叫啦？不能叫，你们可以叫，就不能叫。谁叫？吵死！你们都在叫啦！呛那只巨人，干你啊！疯婆子受不了。对嘛，没送就来啊！靠背啊，干你几百破吧，破几百，消几百，干你啊！你你啊几百几百就吵的，不要你讲啊！你几几百啥事啊？干你娘嘞，对不对？也不干他，也不干他的事，而且重点是也不干他的事啊！打比赛也不是你，操你妈的！他不是当事人、啊。干你，你别你讲明天画啥事要修啦，干你啊，我修啦，修啥事啊？自己没事要在 FB 里。UZI 你妈死了干你啊欸 Last player standing 敲小干你啊破吧操鸡掰敲小啊啊你娘又够干啊你死了假干干你娘的破伤干你破伤操鸡掰啊你吵气了没干小干你娘的我用啦破吧没吵啦吵小啦你也够够干啊干小啦讲台语啊听不啦今天有赢过吗？没有，你有赢过啦，有你就不会赢啦，白痴起司，你就只会打嘴炮，白痴起司，干你啊！叫你起来真敢唔干啊？操鸡巴，干你操死啦啦，红赶出来啦，真惊啊！干你啊！高雄人，垃圾，高雄就你最熟啦，起司，干你啊！你姐操死啦，真惊啊！垃圾起司，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我现在开始每天就是监督你的台，直到你被锁为止。你红，你红赶，你得卖，你得卖亏。我现在跟你讲啊，你红赶紧卖亏啦，操鸡巴！哎，不下去哦，叫你又不叫我，烦呢、欸，赶下去啊！快点呐、啊！你不下去扁你哦，吵死了！叫一叫，快点呐、啊！啰嗦呢、欸，干娘，你们这些女人这么鸡巴呀？妈，在那边吵吵吵，吵死了！叫叫叫，干娘鸡巴嘞！打什么电话啦？什么电话那么重要？干娘那个人手机拿来啊！你没卡进门就卡小啦，操鸡巴！有什么那么急的事一定要现在打啦？讲啊！那个人电话拿来啊！工作上，谁工作？老板是不是啊？干娘刚说不爽做啦，鸡巴卡小啊！你当兵哦、喔，你小 F 哦、喔、啊！打 CS 又要讲电话，你小 F 是不是？你当兵哦、喔，还要稽查哦、喔，鸡巴嘞！什么年代了，还在他妈工作就工作，还要打电话哎、欸？你小 F 是你在当兵是不是？又不是在当兵，就是你当兵，班长打来问你在哪里就算了，操鸡巴，他妈工作 很屌是不是啊？就是林北不爽做了啦，林北在打 CS， 你在打什么电话啦？干你啊！你现在就是要就开小号起来玩啦，不玩就不玩啦，林北就来练风之谷啦，自己选啦。干你啊！操鸡巴！妈打完一个残局，他妈就在那边给我耍帅！我来干你啊！妈的！你打完那个人，马上跟你说帮我捡狙在管房，他妈的还在那边给我看尸体，那边砍上他小、啊，干你、啊！等你妈下葬的时候再去砍呐、啊！干你啊！一样都是死人，操鸡巴！
剑霸狙他妈人一直在那边耍帅，帅什么帅啊？干你妈一场而已就在耍帅，好干你他妈现在就一打五啊！干你还不是很强？我干你啊！剑霸狙他妈不会剪啊！听起来像一位古人的名字。干你娘的！有人呐、啊，你打我头干嘛、啊？你白痴哦、喔！干准先被打歪了，你智障是不是啊？臭傻小啦！有人呐、啊，干你还北七哦、喔！我准先被打歪了，你有病！够烂的、欸，约我玩又不讲话，这才是重点，硬要人家生气耶、欸！你们烂也就算了，干你、啊！你们约玩的两个人还不讲话，干你、啊！你们就去自己去玩吧。有啊，我有说话、啊。说你妈去死啊！啊，前一场怎么不说？我怎么现在才讲？你约我玩的欸，干你啊！你有说我约你玩就算了，你约我玩的人你不讲话欸，还要我提醒你，你没讲话欸，啊，起码是安怎？干你、啊，你可以出去生下素懒叫欸，啊，你也出去生下素懒叫是不是啦？干你娘嘞，还要我提醒你欸？以前啊，以前可以加速度，就是以前玩鬼抓人的时候有没有红刀蓝桃那种，人家在后面追你，就这样一直摇，你就跟他越拉越远。虎烂。干你娘！我唬烂你！我干你娘！鸡掰！我以后出骑车出去给狗干，操鸡掰！我不可能唬烂你，绝对不可能唬烂！我说的是真的，我唬烂你！干你娘！现在是逼我开一点六起来跟你测试就对了，我怎么可能唬烂你？我教你这个，我骗你干嘛、啊？不然来来来，一个人进来！干你娘！真的不相信欸，一个人进来，一个人进来，我跑，我找一张很远的图，干你娘！我们两个比赛跑，看谁比较快。我虎烂，没事。为什么要放装啊装啊装装装？哦，为什么要放掉 YG？ 哦哟，高木等一下，高木等一下，没人啦、啊，哪里有人？跳台会有人，我把你打掉了。还有一个，那你第一次就可以装了，又是第一次不装完，又是第一次不装完，为什么？你现在不相信我就对了啦，你是不相信我，干你啊你不相信我，现在就白给你看了。我现在跟你说我会白给，我现在就是去白给，超级白，干你啊你不相信我，我就说到做到，干你你啊，我是在帮你看，你还在他妈的给我放掉，都打四只了、欸、老哥，你一只都没打到，一把鸟狙一直狙一直狙，有打到过吗？你要给我买鸟狙，我打到，干你啊老鸡掰啊，操，不爽了、啊。吃饭了，你要换位置，对不对？换，来鱼开。但是要是，我死啊！干你娘！我凶啦！大哥，我凶啦！不过瘾啦！臭鸡巴！你保护我，咪咪！你保护我，不要给我死！我死啦！我死啦！干你啊！不过瘾啦！我死啦！不过瘾啦！拢爱死啦！干你啊！干你告 VIP 有电话，中路推了，中路。干你个鸡巴！讲话来、欸。喂。中推中。你刚刚怎样啦？有电话哈、哦，我不是讲了。每天都有电话，干你还不会不要接哦，操鸡巴！狗啃。谁啦？又谁打给你了啦？干你啊嘞！整天他妈接电话。干你的行情很好是不是啊？操鸡巴！妈整天接电话。干你啊！接电话就不能玩游戏哦。干你不开扩音啦、啊？你啊，操鸡巴！干你啊！谁的电话那么重要？电话拿来啦！操鸡巴！打电话都他老妈啦！干你啊嘞！有行情哦，十个十个。讲啊！谁啊？你啊，老鸡巴！整天他妈挂我！干你嘞！那你不叫垃圾司机开快一点啊？操你妈的！我大垃圾他妈在等他、啊，不是我，不是他在等我啊！你妈的嘞！是我等他，你们家开快一点啊！以后谁他妈不要被我，以后干你啊！谁是垃圾车司机，最好是不要讲出口。干你老、啊、子一拳灌死你！干你啊！开车开那么慢，他们下去等那么久还不来，白烂，操！聊天是在臭啊！干你你啊！垃圾车司机的，干你你啊！老鸡巴，开车也不会开快一点，不开车不要跟人家开车好不好？到底有没有考驾照啊？干你娘！陈其迈怎么选人的啊？公务员这样考的吗？干你还没驾照还可以开垃圾车欸，你们开那么慢，北兰下去等多久还不来？干你娘！老子以后他妈垃圾就放那边，他妈叫自己倒。
死鸡，干你娘老鸡掰啦，死鸡，操鸡掰，你们等那么久，堵然。对你对付你们这些酸民就是不用太仁慈，然后就说，你看那个谁谁谁隔壁台都一言堂，好坏哦，坏你娘可以我告干啦，坏，你妈的鸡掰就不坏哦，生出你这个坏小孩，你妈就不坏，笑死。干你啊，白痴熊猫！干你啊，老鸡掰！跟他说放门口就可以了。干你啊，下去还喷我哎！先生，你跟收讯子要回一下，回你老母来！他妈放着，他妈传个 line 对不对？传个讯息给我，你就可以滚了。我要回你了，你别在没赢啦！回你的干你娘嘞！操鸡掰！干你娘！叫你他妈的无接触服务哎！啊，你还在下面等我啊？这样不就有接触了吗？干你是有没有脑啊？受不了了。低能儿，白痴！干你啊！下去的时候，先生，你传讯息给你要回下，在这里等20分钟，我没有叫你等。干你啊！臭白痴！要挂酒精在不爽，他妈还在那边唧唧歪歪了。